好，哎呦，这个是我们游戏环节，哎呦，这个是很熟悉，不能提示哦。在爱杨宗纬也不允许提示。第一个是杨。来，我把话筒给他。牛。周杰伦的一首歌。这是金毛画的。这个是。这个是。硬的哈，有点默契的。帅哥是最聪明的，好，智商非常高。好，你二十个都比划对了，我让你拥抱杨老师。啊、哦，我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不算。来，第二个词。我们宗纬就是这样的一位，飞训。飞训。对。飞训的什么？飞行员中的一本杂志，时尚教主。时尚先生。好，算一算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哇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我们两个字。第一个字。第一个字。我们两个。拥抱。很搭。第一个搭，第二个字搭的搭什么？第一个字是搭后面的搭车。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搭肩搭配配搭配搭配配对。这犯规了啊！太激动了，这略过去啊，略过去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，我们这个动作骑马舞，骄阳时代。我是模特，我抱起来，魔术，脱掉，脱光，光棍，不要脱光。哎呦喂，一个歌名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离开我，爱我的心。哎，好，下一个词，你们太牛了。这个我们帅哥他经常做运动，所以他的肌肉是四个字，第三个字是方导，方导姐姐。第三个字是那款产品，它是怎么样的？弹性很好。第一个字对了，弹。第二个字就是弹力，弹力四个字啊。哎，第三。七八九后面的一个字，弹力十足。哎，我来看，我就不信了，没有能难不倒你的。这句话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然后你们感叹号。哎，这个是文章在金鹰奖上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日本人现在占领了我们的什么？这个地方应该是怎么样的？这才是我们的，这才是属于什么国家 ？OK， 好，哎呦，你真的太牛了！这几个词你只那个稍微犯犯规是不是？有一个没猜上来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吉祥物它难度哈，能跟这个杨宗纬产生多少默契？来，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个词组给它加起来，是什么？没有。我会穿牛仔。好朋友穿牛仔裤。这其中一个字出来了，上来就犯规，你还知道了？好，打成平手了。下一个词，下一个词是什么？这是一对。下一个。你是来自哪里的？台湾。后面还有两个字，我们怎么
称呼你们？台湾人民。台湾后面两个字。对。北京胡同。北京什么？北京胡同。北京胡同。啊，对，那个就对了。所以我们怎么称呼你们？台湾胡同什么吗？台湾胡同。胡同。对。台湾街头。台湾。台湾同学，台湾同学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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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？台湾同胞。对。好吧，下一个。哎呦。2月14号是什么？情人节。然后下一个。淘宝上很流行的一句话。第一个就是淘宝上，我们都称呼我们彼此为什么？我们彼此为。对，我们就我和他之间，我们会称他为什么？亲。一个字，对。卖家，我去买，我现在要跟你说，亲，怎么怎么样？你这个运费怎么样？运费？免邮费怎么说？free。好了，两个词啊，来，还有，这个我看到了，运费类评实在太难了，我根本。其实我们在比下去也是，我们这位是第二名，对不对？来。因为你有两个词没有猜对，现在已经是出来结果了。他只有一个词，是不是？你是，好吧？这位是我们的冠军，来自上海的是二月哥，是我们的冠军，好，祝贺他。然后这位呢，是我们的那个小冠军哈。我们小冠军和冠军都是有礼物的。小冠军呢是由工作人员送上我们健身屋的这个名牌产品啊，牛仔裤一条。然后你知道你的奖品是什么吗？哎呦。大奖给他，他的大奖是什么？我要看一下。小心，小心！哎呦喂！你自己看一下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打开我看一下吗？拥抱，一会儿向他看，展示一下。哇！怎么样？这上海来的就是牛哈！二月哥，我记住你了。不好笑，不好笑，我想好放松。哇！今天他刚才说了一句话了吗？什么？我想送给我们的东北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说一个。哇，伤心啊！我哥这么帮你，你说杨老师。没有。这个好，我喜欢。啊，当做纪念，当做可以当做纪念。好吧，好，谢谢你们二位，也谢谢杨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大家先给杨璐一些掌声吧，在台上站的好。